放一马步，兄弟，我对不起你啊！你说吧，我听得住。太后的意思是，要不你我一起发配宁古塔，要不你就……我就得死。我已经进来了，最好也不过是个发配，跟死差不多。 你现在没事了，您得活着呀！我一个人去死，你听好了啊！我再把刚才说的，再给你交代一遍：一定不能从正门进去，这儿有人守着；要走旁门，从这儿进，从这儿出。钥匙我给你配好了，记着一点。 声音一定得小，千万别让我妹妹知道，懂了吗？你说是去你妹妹家搬东西，怎么我听你这茬像是去偷东西啊？我可告诉你，红旗，偷东西的事儿，我们镖局来不了。不是偷，是抢救。这么跟你说吧，我妹夫已经进了天牢，不是死就是发配。 反正官军得去抄家，与其等着抄家，不如自己抢救点出来，懂吗？那您妹妹她知道这事儿吗？不知道。那不真成偷了吗？我说你包子脑袋呀！偷，我能让你大白天去吗？明天晌午从那个旁门进去，瓷器、字画可劲拿，金银就别惦记着了啊！我也不知道在哪儿。 我听着还是偷，是灯下黑的名头。我问你，我这些兄弟让人抓了怎么办？抓住了，直接找福晋呐。我妹妹就跟他说是我要的啊。干！为了包队啊，咱们俩是为太后背了黑锅了。三哥，别说这糟心事儿行吗？ 咱其人，有吃有喝就得逮着机会享受，不就是一死吗？来，喝酒。张公公，抄何龙家的懿旨，我给您请来了。哦，请。张公公，这是10000两银票，是我孝敬您的。 这就不用了，咱们朋友之间不过这个。我就是想要点小玩意儿玩玩。您说，据说在何龙家的祠堂里供着一对汝窑天青水仙盆，您允我一个？这个抄家这活，皇上早就下旨让瑞王爷干了。 我是冒着命从太后城里请的懿旨，你要是就这样，咱们一人一个，痛快！兄弟之言，兄弟之言，可一个是家中。 有一对传世珍宝，汝窑天青水仙盆，这是当年琉球海盗投降时献俘给戚继光的宋代瓷器。传到乾隆爷时，他老人家提过诗的。咱祖上西征有功，就赏给咱家了，为之放在祠堂供着。哥，你一定要保住它，千万不能让外人拿了去。
我是小李，莲花就拜托哥抚养。等莲花长大了，有这件东西在，就知道咱家世代是大清中粮。我瑞提对天发誓，只要我还活着，这脸结石绝不辜负兄弟之托。哥，兄弟。 府里大白天的来了一群贼，我去看看。哎，站住！福晋万福！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镇风镖局的，在下黄正峰，是您哥哥洪七让我们来的。他倒想到我前头去了。 起来吧，都跟我到正院来。黄师傅，麻烦你把这孩子送到红七那儿去，就从后院的侧门走，其他的人我来安排。奉旨抄家，砸门。 宣旨吧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大臣合龙勾结犬匪谋逆朝纲，斩立决，家产充公，亲属家眷交刑部易处，钦此。谢皇上，我收拾一下就走。 先去那边等您了。嘿嘿嘿嘿嘿嘿！猜的够准的吧？啊，你好，帮我搜了一遍，是不是？把东西都给我放下，给我拆开他们的衣领、衣角，还有裤裆。 给我找银票，快快快快！把值钱的都给我掏出来，快掏！你们这些个贼！
令的啊！就这样，我把小格格带了回来。福晋托您一定要把小莲花带大成人，其他的东西都让那个福贝勒抢走了。我那帮兄弟也都吓坏了，我得回去安抚安抚。我走了。妹，我那苦命的老妹子。夏贝勒真聪明，一学就会。不是我聪明，这洋枪好使啊！你别说啊，这外洋的东西啊，什么都好，洋枪、洋表、洋布，还有洋妞，福寿膏。嘿，你说我他妈要生英国该多好！不不不，你太爱玩儿，要是生在英国，你会饿死。贝勒先生，你学打枪干嘛？明儿个我去抓几个耍子刀的义和拳，他们那刀是厉害，可这洋枪比刀快，是吧？当然。哎，陆大人，明儿个你也带上枪跟我去一趟行不行？money， 给钱我就 OK。钱没问题啊。可你说这 O 和 K 是什么东西啊？一、二。一、二、一。刘花，都练着了，把练镖头给我叫来。别动！昨天在那上面就他接了我的话，是吗？这么快就找上门？你就是镖头啊？不错。在下黄正峰，请问有何贵干呢？我今儿就问你一句话，你偷喝了我偷了几回？这位爷，那不叫偷，是抢救财产。再说了，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抢救财产？你倒是会说话。我告诉你，今儿我可是带着英格力士的路的人来的，别给脸不要脸啊！好啊，我奉陪。不过。我的兄弟们和大刀可不一定能答应。金钟罩，铁布衫。金钟罩，铁布衫，黄枪不入。小子，今儿我让你知道知道洋枪的厉害。开火。叔叔，爷，你别开枪！我说，我们就去了一次，还让您老人家给劫回来了。跟我搜！
先生，你买烟得给钱呢。在这条街上没人跟我提钱子。我的钱您不能欠。咦，你个野丫头还敢顶嘴，小心老子我揍你。给钱，给钱，给钱。你撒手撒手，你这样我怎么给啊？不撒手，把手撒开，你又打人。好，我给。一包烟五个大子儿，你还欠四个呢。你怎么这么贵啊你？哎，梅花，刘爷跟八爷也算是我的半拉主顾，今儿肯定是忘带钱了，明儿个一定还上。哎，生子，你快让他撒手，我这耳朵都快被拧掉了。我今儿看在生子的面上，我饶了你，要不然我非教训你不可。生子，你干嘛替那个混蛋说情啊？这俩臭流氓不能惹呀，要不然以后你还怎么在这儿卖烟卷？我不怕，你看。他只给了一个大子儿，还欠我四个呢。才四个大子儿啊，我给。去，我才不要你钱呢。卖烟卷嘞。哟，累了，庆红的，你一欠债的，比我借钱的还舒服啊！我一大早的四九城到处找你，我都快累吐了。你在这儿买上了？这喜珠子是我要捧红的角儿啊！这不，一大清早我就过来照他了。午场散后，我正准备请您到全聚德吃饭，顺便把钱还给你。呸！你都穷成这样了，还捧角儿？你比那动物园的稀罕物还少见，我信你。哎，对了，你这是跟我开玩笑的吧？走啊，回家取钱去。最近我刚拼了个缝，这不连席都没吃，都换成现钱了。正亲王的生意，哼，行，你有长进。等回头拿了钱，我请你吃席，祝贺你勤快啊！走，好，走。去哪儿啊？南园。啊？南园。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。干嘛？南园去不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有人追我，你见死不救啊！追你的人早没影了。哎，我说您能少给莲花惹点麻烦吗？他卖烟卷养活您可不容易。嘿嘿，你个臭拉扯的！
先下去。你拿我当猴耍呀？哎呦，王爷，奴才不敢，奴才失察。我真不认识他爹呀，他被送来时，我一看有金锁，就给您带来了。胡说！你都带了十好几个了，你以为有金锁的都是我姑娘啊？我告诉你，那把金锁啊，闻我都能闻出真假来。哎，红旗啊，你干嘛你啊？我进去坐会儿。你不是坐坐，你是想躲着？这福贝勒在这条街上带着人转了好几圈了，就是为了找你。他呀，是有眼不识真英雄。你知道我呀，我能给你带来大生意啊！去！啊，我这儿啊，全都是值钱的物件，不是打架的地界啊！赶紧给我滚！哎，我就进去坐。不行！啊！躲开！老爷，老小子够机灵的，蒙我是吧？嚯，全都是还钱！有钱一准还呢，我这不是一时凑不起手吗？白老爷，您还信不过我吗？我信天、信地、信命，还就是他们信不过你。钱是小事，爷我就喜欢转弄着你玩。没钱是吧？这顿打你可是跑不了了，来啊，给我打！哎呦！你们说该不该打？该打！不背了！好啊你，你这个缺德带冒烟的玩意儿，有种你打死爷！叫板是不是？给我照死了打！快点！哎呦，莲花，你怎么才来呀？这钱你要送的再晚点，我就让他们打死了。嘿，这老东西，明儿一早咱们上他们家抄去。卖烟卷嘞，小蜜蜂，大双刀，铜锡包，卖烟卷嘞，整包整包的卖。莲花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救援。你要紧吗？哎，福贝勒没追来吧？没有，不是让福贝勒打的吧？我看见了都。不是不是，我喝多了，让电线杆子给撞的。莲花，有钱吗？让九爷抽一口就好了。啊，快！这会儿了，您还蒙我呢？都看见了。够吗？哎呀，行了吧你！你是从哪个猪不吃食的圈里找那么个土妞来？肯定是你姑姑家的孩子。哎呦，不是我姑姑家的，是我大姨家的闺女。你，红爷。啊。怎么了？嗯，哎，把耳朵凑过来，听清楚。莲花是戊戌年生的，庚子年孩子两岁时十三，现在是民国九年，应该是22岁。我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你怎么老是记不住？这太复杂了，脑子总记不住啊。要是真能找一个蒙得过去的女孩，把他调教好了，那偌大的一个瑞王府，还不就是咱们的吗？哎，找人难，找金锁更难。金锁上万种样子，谁知道是啥样式？等等，王爷说，金锁他能闻出真假来，难道这金锁是香的？哎呀，好，大人，谭司同问斩了。他什么无须？他是庚子年，
起。哎呀，崴了，崴了，崴了！什么事儿啊？又崴了？莲花啊，舅爷我遇上坎儿了，需要钱，你把你的金锁给舅爷，让舅爷当了吧，救救急呀！不行，别的物件都成，就这个不行，这是我爹我妈留给我的。那你拿给舅爷，让舅爷好好瞅瞅。那，别掉了啊！难道这金锁是镶的？哎，莲花，这以后你要发喽，你可得想着点舅爷。舅爷就你这么一个亲人，没人可指望了。什么发不发的呀？你又喝多了吧？吃饭了。什么喝多了？我还没喝呢。莲花，让我说说你爹你妈。行，那咱们边吃饭边说，成吗？哎，那是啊，庚子年间的事儿。您甭说了，我都听烦了。庚子年间，我爹因为同情义和团被拉到菜市口行刑，刚要砍，瓦德西来了，用德语高喊着“刀下留人”，结果乱杀人的英国人没听懂，咔嚓一声，我爹就没了。您都说了860回了，我听着就不贴谱。这事儿啊，年代越长，传得越神乎。您赶紧吃饭吧，啊，趁热吃。你就再让我说一次。那您自个儿说吧，我回屋缝穷去了。这当穷人也上瘾啊。啊，怎么不回家吃饭去啊？小丫头骗子，嘴够损的呀！你舅爷呢？赶紧把他给我叫出来！你找我舅爷呀？他跑了，不挨家。我刚看他进去的，怎么就跑了呢？我进去看看。不行，这是我家，我凭什么让你进来呀？我跟您说，现在是民国了，您不是管人的了，这叫私闯民宅，犯法的。嘿，欠债还钱，千古如此。你今儿要不让我进去，我可拿你抵债，把你卖到八大胡同的青楼里，到时候我光顾捧你的场。你说话放干净点，再说脏话小心小姑揍你。爷们儿还没动手呢，你倒想动手了。嘿，你们看好了，爷们儿我今天要欺负一下女人了，我动你怎么着，我就这。哎呦哎呦哎呦，真动手啊！疼疼疼！哎，叫声好听的，叫声小姑，我就放开你。哎，小姑，小姑，你是我亲姑。哎，松手松手，疼死了！我问你，以后还敢不敢来捣乱了？哎，不敢了，不敢了。麻溜的，快滚！滚！我好男不跟女斗。哎，你个野丫头！哎呀，这孩子的脾气我可是知道，我怎么跟他说呀？你躲债回来了。
啊。哟，您这是哪出啊？莲花啊，你养活我，我还闹事儿，啊，惹你着急。哎，我说的话你都当瞎话听。我出家，去戒台寺，我不连累你啊。哎，舅爷，别闹了，我听您的话还不成吗？您辛辛苦苦把我拉扯大，就算是您有错，我也得孝敬您，不是？真的？啊，真心话。别闹了啊！那好，那我跟你说说你爹娘的事儿。来，咱们坐下慢慢说啊，小心点啊。哎，得，您说吧。兰花啊，其实你爹还活着。你是瑞王爷的闺女。你又喝多了，摸摸，夜晚发烧了。哎呀，我清醒着呢。这事儿，我一提起来。我就心酸，您甭拿我打岔。怎么好端端的，我又冒出一个阿玛来呀？我爹不是何龙何大人吗？我娘不是您的亲妹妹吗？怎么又成了瑞王爷了？是这么回事啊。早年间咱家还没拜的时候，你的阿玛，就是蔡齿侯被斩的何大人，跟瑞亲王。是同文广的同学，相交甚好。瑞王爷呢有个相好，那就是你妈，我妹妹。你呢是他俩生的，何大人不知道。听明白了吗？您这打哪儿听来的呀？自个儿胡编的吧？我妈是个正经漂亮的好女人。我看您呐想攀高枝，你想疯了。哎。这可是你妈，我亲妹妹亲口跟我说的。她临死的时候一再嘱咐我，不到我们活不下去的时候，千万得瞒着你。可现在，咱们活不下去了。瑞王府那是现在唯一有支撑气派的王府。莲花，听舅爷一句话，明天去王府认亲去吧，当你的格格吧。我不去。我白天卖烟卷，晚上逢穷养活您，没问题。可瑞王爷想你啊，他王府的管家老刘跟我说过好几次了。莲花啊，不管你妈做的对不对，瑞王爷是你的亲爹。亲爹我也不认，我说了不去就不去。明天一早我接茬卖烟卷去。你怎么这么拧呢你？我就这么拧，我说了不去就不去，甭管真的假的。现在这日子我过得挺好的，冷不丁冒出一个什么王爷阿玛，我受不了。哎，老黄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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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能揍我一顿吗？别别别！您要是能把这钱付了，您揍我一顿都成啊！这没用的东西，就指着眼前这点小利。我可就指着这点小利活着呢，您饶了我行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不打我，这包子钱也回不来。你一打我，不光这包子钱能回来，而且还能多挣。多挣？为什么？那你别管，从前清你就是个包子脑袋。我揍你一顿能给多少钱？哥们儿当年也是体联城科班出来的。生子，别吹了，过来。好嘞，有事找你。这也不说话。是。嘿，这对苦逼的鸳鸯，要是成了就好了。我的，你别打我呀！爹，我站住，放我包去，放我包去。这黄正峰追谁呢？这是？哎呦，那不是红七吗？那老东西不是编瞎话。不会吧，那哪能拿我亲爹来编呀？那瑞王爷要真是你亲爹，那可认呐，那毕竟是亲的呀。我还舍不得呢，我舍不得这条马路，多热闹，多有意思呀。
你就是穷命，这破地方早走早安上。那要真走了，你不惦记我呀？我没说不惦记啊。再说你又没离了北京城，你常来找我呗。以后有事我还罩着你啊。你罩着我？吹吧。嘿，莲花，莲花，你舅正挨揍呢。他又怎么了？欠人家包子铺老黄的钱。嘿，我说这位怎么谁都欠呀、啊？行了行了，到家了。哎呦，你轻点儿啊！嚯嚯，哎呦！您先上炕躺着。哎哎哎！哎呦，哎呦，你也真是的，这俩包子黄师傅的钱您都欠。哎呦，莲花，你说让我天天吃窝头，我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啊！饿得没辙了，偷了老黄的包子，他竟敢打我！他也真是的，下手够重的。哼，梁官啊，你是不知道，老黄过去是镖师啊，拳拳都打在节骨眼上，都是内伤啊。舅爷，以后你甭到外边蹭饭吃了，咱们在家吃窝头挺好的。梁官啊，那你就到瑞王府，认你爹去。你成了格格，舅爷天天吃细粮。我就不会到外面蒙吃蒙喝了。你看你，你就是一个木头脑袋。那瑞王爷哭着喊着要认闺女，要换了别人家，那不得哭着喊着，就是在瑞王府跪上三天三夜，也得认下这个爹。要跪您跪去，要认爹您认去，我嫌丢人。你个死丫头！到底不是亲闺女呀，啊，辛辛苦苦养这么大，哎呀，不听话了，也喂不熟了，啊，哎呦，我不活了，哎呦，我净受气了。舅爷，啊，怎么又来这套啊？下来。哎呀，莲花啊，舅爷走了啊，把你养这么大，你全忘了，哎呀，以后你一个人在家，别嫌孤单。好好的照顾自己啊！哎呦，你别闹了啊！快下来，快下来！我怎么下来？我没台阶，我下不来啊！我不管您了。哥，真的，好，莲花，算你狠，舅爷，走了。哎，舅爷，舅爷。行行行，好了，我答应你，我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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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快下来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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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莲花啊，答应了就好。哎呀，你呀，好好打扮打扮，收拾收拾，明天咱们就去瑞王府认亲去。哎呀，莲花，明天咱们去瑞王府认亲，你把我那件体面的锦袍找出来，我也风光一回。行，您等着啊，我怕您乱穿给压箱底儿了。嘿，不就是件衣裳吗？藏那么深。逢年过节的，您就这么一身体面衣裳了，我怕您给糟蹋了。我跟你说呀，想当年就我那衣裳，咱不敢说上千吧，他也得有几百吧。那些材料全都是……您甭想当年了，说那些有什么用啊？哎呀，莲花，要是能进了王府，日后你飞黄腾达喽。你可得想着点舅爷呀，每月你得让舅爷饱饱的吃上一顿涮羊肉啊，还有全聚德的烤鸭，还有舅爷啊，我去王府，您跟我去吗？我不去，我上戒台寺当居士去。
当居士，不能喝酒，不能吃肉，不能逛戏园子捧角儿，你受得了吗？莲花，没有你呀，什么苦我都能受得了。寂寞如花开，没人来采摘，苦苦守候却不见他来，无语的对白，孤单一片海，海的中间是我飘的船，吹乱我的帆，不管经过多少风浪险滩，到达了彼岸，却发现已停泊了别的船。何处才是我停泊的岸？